英雄。一点忠心保我处，家庭提升。现代月光，安小宝孙策，崔家雕顶红楼，太贵可恨，你做错做老根。既然手握兵权，八十万大军随身，你既然急起天柱啊！一人天下左右，我家爹亲被你同谋作计，已经活活来害死了。为免替爹亲报冤仇，虽然同谋兵马是多，但是只欠人手，命我一地出我你去大田军将必将回复。说。罢了，燕丹，你回来了。命你速速打听军情，速铁如何？大同消息，我们大娘早知晓了。红红大有牛草好香啊！莫非是天要助我先得听令，令你讲得起无？